我们要去坐缆车的，对吗？而且我们坐的不是一般的标准车厢，我们坐的是山的另外一头。我们最后一站是大屿山，对，拍到不行的大屿山。对，而且今天意外的天气很好。对，尤其是有点蛮闷热，但是我觉得还不错。不过我们现在要搭缆车，我先看那个缆车。那个缆车。OK， 那我要走了，台湾见，台湾。